小米现在我们是今天主要的是两种食材是肥肠和小米的，这肥肠我们提前是卤制过的。那小米呢，现在市面上它是有两种小米，一种是有一点发苦的，然后一种是有的是那种糯小米。如果说稍微就是有会发苦的，它的那个就是胚芽地方有点黑，有一点黑一点，这个是没有黑点的。我要瞅一下。这个是基本上黄黄的哈。它是苦在哪呢？苦是因为它那个生起来的那个胚芽。下面那个胚芽苦的。然后它又不糯。如果我们做这个肥肠的时候，做那个小米肥肠的时候，一定是要选择那个糯的小米。小米我们提前用清水把它洗过之后，然后直接上笼蒸。那这两个呢，我们现在就赶紧把它上锅蒸上， 对吧？对。好，那蒸上拿点碗吧。好，接下来水进去是。对。这是相当于洗好的。对。好，如果要是蒸的话，大概也就这么多水，就是吧。对。对。而且一半米一半水。对，这个稍微蒸软一点都可以。也就40分钟以上，对吧？对。如果是上高压锅的话，可能大概15分钟左右。然后这个尽量就是洗完之后，冷水洗完之后加开水进去。它真的稍微时间要。就像我们在屋头一样的海带蒸鸭子噻，姐姐晓得噻。要咋个把这个海带蒸趴？首先就是干海带上锅蒸半个小时。然后再次拿出来洗了切起。哎呀，那个鸭子不是炖出来的，海带只趴。就是，只有嘴口硬。像个趴肉那么趴一样。好，来，马上来上锅蒸，蒸40分钟。好了，这已经蒸好了，我们把它拿出来。像我们东北哈，像高粱米啊、小米啊，或者我们做的是什么二米粥啊？二米粥你知道啥不？没错。嗨，二米粥你不知道？二米粥，两种米是啥？对呀，半生半熟。你呢就是夹生饭，半生半熟。我说的二米粥就是轩轩说的两种米。豆瓣酱肯定是离不了的，对，姜蒜肯定是离不了的，对。然后我们的芹菜啊、小葱啊，蒜苗啊，这个貌似看起来这菜里面好多麻婆豆腐嘞，有点麻婆豆腐，我觉得像水煮肉片嘞。厨房三宝哈，就是葱蒜蒜苗和姜啊，也是厨房三宝。好了，那我们现在就开始烩吧。怎么烩啊？我们先准备小料。小料。好，小料把它切一下是吧？对，先准备小料，蒜，姜，小米椒。小米椒，我全弄。多点姜末、蒜末。姜和蒜，锅本气在噶。对。充分的融合啊。对。然后再是那个小米椒也要把它切碎碎吗？对，小米椒切碎的。几年了，土菜？20年了吧？对，上次比我还大岁数。皮儿真厚，我啥也没说，没事儿，我啥也没说。我自己吃呢，我建议还是用，我是比较喜欢用独蒜的，就它的那个整个蒜汁要稍微浓得多。对，好，小米椒把它斜插刀切，就是尽量的把它切碎哈，能多碎就把它多碎。切的稍微细一点，如果说是，这个辣度根据自己来嘛，如果说不是吃的特别辣的话，你稍微切粗一点。还要切啥？切葱吗？对，葱、蒜苗。葱、蒜苗、芹菜。芹菜那些也都切段吗？也切细。全切细呀、对。切蒜苗呢，有一个技巧啊，就是我们事先，因为蒜苗在我们四川地区家喻户晓，它是伴随着回锅肉一起成长起来的。有回锅肉，必定有蒜苗。但是蒜苗呢，多少哈？大家看。这个头上啊，它这个还是比较实诚的。我们平时在整理它的时候，你觉得哈，就是大概就扒一层就下去就干净了。但是它中间实诚的话，我们每次切的时候还是要用这个刀背劈开一下啊，拍一下，拍松，然后这么斜刀切下来。锅肉的标配，标准的那种刀法。当然，我们这现在要求的是切细哈。对。切细，那你这上面的杆就不要了，就要上面的叶儿是吧？对。芹菜把它稍微拍一下。也是拍一下。对，它的芹菜汁出来就是更香一些。但是蒜苗和芹菜和那个小葱，我们都把它放在一起切。互相之间融合。所以你刚才说这道菜是一个融合菜哈，可能就体现到这儿了。好。好。再把它装起来。装起来。哎呦，这小碟装不下吧？装两碟吧，装两把。OK， 我们准备好了，现在就开始。要不加油哈！
好，加油。肥肠我们是提前把它煮熟的。嗯，如果说你在家里面你炒生的肉啊，肉丝肉片那些，可能稍微油的多一些，因为这个煮熟的它基本上就不需要多少油。嗯，还是按照小料先炒哈，把整个小料要把它香味给它弄出来。嗯，它刚好出香味就 OK 了。我们稍微来点豆瓣酱。好，我们现在是加小米椒。好嘞，加水，加热水。对，加热水，能多热就多热。对。其实兰姐姐，我觉得这一道菜。我觉得很有争议哈，怎么争议？你看这个肥肠比较刺激，味道比较大，这小米呢又比较养胃，嗯，你说这个菜到底是好还是不好呢？我觉得就是好还是不好，好还是不好？为什么？因为始终是有的东西，它始终是必须要拿一些东西去衬托，把小米放下去。我觉得这小米放进去了以后，在这么红汤里面，那怕是吃不得了，对吧？等会儿就是整个汁水收出来了之后。这么辣的小米还能吃吗？特别香啊！老马香，天哪，我妈一定要骂死我！你糟蹋小米了，这个不叫吃小米，这叫吃海椒。哦，要起来吃豆瓣儿。哦，吃豆瓣儿。外地人肯定要晕死。然后这个时候就把肥肠放进去了吗？下去。嗯。哇哦！有点难油。哎呦，我觉得四川哈，像江油肥肠，啥子小小刺嘎，这些馆子，以前我也去拍过的。这么小一碗，这么小一碗，你猜多少钱？还有蒸肥肠，8元。8块。12啊？哦，乘以2还不止。那么贵呀？28块钱。哦呦。28块钱就这么大，真的是耳朵眼这么大一碗的肥肠。哎呦我天哪！比蒸牛肉还贵。对，它确实色好大，所以呢，它就比较贵。但是呢，喜欢就喜欢吃那一口，吃就吃这一口。我就吃，真的是喜欢吃那种胖臭的，洗得太干净了的，绝对卖不到我的钱。好，这样的烩大概要烩多长时间？因为我们小米是好的，然后肥肠也是好的，然后只是把它整个烩到小米的那个浆稍微再出来一点，把整个都融在一起，哦，就可以了。搓了。哎，喂，如果是我来做的话，我后头就要加点泡海椒。你可以，也就是哪怕是你就是，如果说你特别喜欢吃甜的，把它做成甜的就可以了。加点糖醋吧。对，加糖醋，但是辣椒还要加吗？不用加辣椒，就不用加辣椒了。哎呀，这个菜吃起来真的舒服哈，我觉得可以吃好几顿，好几顿。真的，哎，这个下面嘛，绝对味道也巴适嘛，嘎。但是我觉得下面可能不妥，就馒头可以啊。如果说做干拌面，真可以。真的吗？它汁水很浓嘛。对啊，但是那么多小米啊，你到底吃的主粮是吃主粮还是吃主粮？年轻人现在穿衣服都混搭嘛，那饮食也混搭也可以的。好了。好香哦。给一点的生抽就 OK 了。好像走进了肥肠粉店哦。还加生抽啊？对，给一点生抽就可以，因为我们。整个操作过程当中，鸡精味就是没有给的，然后盐也没有给的，对，因为盐嘛，豆瓣酱里面有嘛，然后鲜味的话，我们就靠生抽来提它的整个鲜味。来起锅准备。哎呀，唯一我就觉得这个盘子不太好看，菜挺好，撒点撒上去。就已经成功了，哇，闻到这个味儿。这个肯定是比肥肠更好吃哪儿去了，嘎？可以。这么多辣椒，但是有一点点。当，先跳舞了，太好吃了，嘎，让你来对了吧？来对了。你看我请你吃的。下次请我吃，那就帮我喊到哈。